跟一起来，你说说看，你无缘无故买了啊？但是呢，刚刚怡婷呢，她从小去买饮料，所以她买了。装柜亭可不可以安静一点啊？我要讲事情，就是呢，刚刚怡婷呢，她说要去买饮料，所以她搬了两杯回来。她坐下那刹那说：“哎，怎么有两杯？”然后结果其实她想买一杯，就那个店员听不懂她在讲什么，所以她就买两杯，一杯呢是柠檬红茶，一杯是奶茶。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单，价格单。来杯，要不要？有没有？好，那个是柠檬茶，这是柠檬红茶，柠檬红茶，而且这么小杯。我们的价格呢？这边。看得到吗？有24.9元，等于多少呢？大概台币，好，台币算便宜一点，45块就好了。45块，台币45块一杯哦，45块一杯哦。45块我一杯，我们在台湾可以买多少呢？庄慧婷说，我跟你讲，45块在台湾很好买。你那珍珠奶茶有没有？50两的大杯哦，啊，不是加鲜奶茶干奶精啊，一般的黑哦，黑45块跟找你5块。啊，如果你要加黑鲜奶不？啊，你就加5块，就会使加点鲜奶茶，鲜奶珍珠奶茶喽，拜拜。一个大杯哦。对啊，超大杯的哎。好。我们现在讲一下，我们采访一下那个当时的读书我们。你现在报复鲜奶茶？你要讲一下吗？没关系。而且他今天好有钱的吃龟苓膏。对，跟你说要多少？他平均龟苓膏呢？刚刚他们以为不知道多少钱，以为19块一个，不是45块一个，然后一个多大？你要说是港币还是台币？哦，45块港币乘以4，将近180。好了，算170好了。170哦，170，然后是一个大概这样子大小，这样子大。多好，知道吗？这样子，不是我知道，后来发现龟苓膏是还可以小一点，是这样子，大概这样子，然后大概是这样子哦。这样子大小，对啊，15块。然后我们呢，那个平常那个纸杯，好不好？再大一点点的纸杯，我们那个东龙，是那个什么？东龙宫吗？什么茶？就是那个连锁的龟苓膏，我们那边才卖35块，我说台币了。哎，你挺激动的，主角 ending 一下，主角。那个可以，早知道我就把我爸的话。这边是很苦，这边的消费很高，你要小心哦。你还真不是，我感觉到你那个小车，我最近买了不错。是，买了之后才发现特别好贵哦。对啊。去那个地方。好啊，我想觉得这个应该是很有希望的。为什么？就是它饮料好小杯。对啊。然后我们台湾是就是台，就是台湾最爱的推荐好吃。对啊，你们看那蛋挞，还有我们刚刚买那个蛋挞，还有那个什么蛋挞吃完了，吃完不好意思，还有剩这个，好，大家吃下蛋卷啊，这样子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看一下受害者。